前锋在修。开台。这不掉的吗？
完了，瘫，瘫出事了。
让他留了。哎呦，这个磁铁痛！
太真实了，这就是个前锋。 结束。哎呦，还在玩娃娃。 哎呦，亏死我了。 所有球都用了。
我要弹，被攻。我在拦住前锋。 台面发动机还是强的呀！这狂暴还挺好用的，要是没操到的话，估计就把你没了。 计时嘞，这是。 到这么个角落了。
嗯，哦，哦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可以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没倒啊。你看这个祭司胆贼大，这里都敢偷。然后我回来了，这个磁铁玩得好，我想看一下金箱在哪，没看着，没看到算了。拍了，下一波直接追就行了。坐等一个经验。没了吧，三个都用掉了。我知道祭司在哪，他刚才把电击点了。现在耳鸣亮了，他是应该往小木屋走了吧？还真是，那地窖应该在中场。
兔子太回去了，兔子太多，地窖在这儿，好像是。 我在干嘛？我刚，哎呀，我按 F 取消了呀，秀的最后一无所有。